好，大家又翻嚟 Pokemon 嘅言之字眼。咁上次咧就讲到咧，我哋去咗呢个枯叶镇啦，然之后咧就去到圣安老号度完成咗呢个火箭兵团嘅剧情嘅。咁俾大家睇下小火龙先啦，天真性格嘅，咁基本上就冇乜所谓啦，系啦，减特防系啦，佢唔系减特攻啊，减速度呢都 OK 啦，减特防都 OK 嘅。好，咁经过见到呢一个咧，上次未行啊嘛，睇下啦，呢个正辉嘅灯塔系有啲咩？哦，佢就系呢个正辉剧情系嘛？俾人困住咗，可唔可以帮帮忙 ？OK， 破旧吊缸喎、啊，呢个系一个破旧吊缸，可以用佢嚟捕捉水中嘅精灵。吓、啊、就系咁啊，吓、啊、就系咁啫，冇咩咁特别噶。咁我依家剧情上咪应该要向上行，咁我哋试下行呢个通道先。好，之后咧就行入去睇下啦。地下通道去边嘅呢个地下通道？诶 ，OK， 八号道路，哦，呢、這个紫苑镇嗰边 ，OK， 呢度可唔可以行过去？咦，可以喎、啊，吓、啊、金王市啊，呢度系。哪吒超人力少女入得嘅、哦，打唔打得咁样？打得嘅、哦，但系有冇话唔跟剧情咁样走咧？唔知睇睇先，会唔会话好高咧？佢哋都唔会、哦，佢哋个 level 同我差唔多啫，即系其实都系我估啦，佢应该都系预我会打埋道馆嘅。咁啊，打埋佢啦！外收，其实真系有啲偏弱，有乜可能一招电技可以电死外收啊？我高佢咁多咧，呢个系惊特攻多啲，呢个好似密攻、密防重嚟嘅呢只系。OK。总之炸弹都打唔死 ，OK， 好难打。其实佢啲训练家都，佢啲训练家都几有水准嘅。要翻回个血先 ，OK。咁我咧经过呢个 PC 嘅时候咧，发现到有啲好有趣嘅角色喺度。你睇下有巴二郎喺度，无畏小子唔知点解企喺度。然之后咧，佢呢度有个 Santa 喺度。咦？但佢入唔到嘅呢个。佢有咩用啊？呢、這个佢整个机器唔系佢整个铺头入面，但系行唔到入去嘅，定系有啲咩暗道可以入去 ？OK， 好呢、這个格斗系道馆又点样咧？希望我哋师傅早日归来。佢个师傅消失咗，我睇嚟好唔讲咁多啊！即刻去挑战超能力系。其实超能力系我呢个啊，我冇技能可以黑到佢哋。其实虽然就话唔一定，哇！呢、這个奇异之光会太有型。呢、這个奇异之光系一个紫色嘅球，然之后系好似影子暗影球咁样就释放出嚟，几有型啊！我以为系影子球嗰啲动画嚟。先打赢呢个训练家，诶睇唔到，系咪都系跟翻原版？冇错，佢都系跟翻原版佢条路，因为呢条路我已经记熟晒噶啦，我已经系非常之记得呢条路啊，已经啊冇乜可能记唔住呢条路。哦，你想战斗啊好啊，但系唔好咧话我冇警告过你啊。一打一啊，一打一咁样一定系用游击立噶啦。我哋得比加超可以揀啫，哇！佢唔俾我回血喎、啊，我仲想回血添，咁就有啲麻烦啦。我惊输俾游击男。咦？唔系、啊，卡斯嚟噶，卡斯28力啊，有啲机会嘅应该。啊 ，OK， 系啦，赢啦，应该唔会喺战斗中进化系嘛，唔会好似数码暴龙咁进化嘅。我仲以为游击男有潜力，但系仲未够啊，去。击败紫苑镇嘅精灵塔后再翻嚟，嗰时我会认真。你话我将徽章俾你，唔好傻啦。哦，
原来呢个只系测试嚟嘅啫。佢竟然用卡斯嚟到测试我嘅实力啊 ！OK， 下次翻嚟将要打到你咧吓、啊，向我求饶啊！我谂下先，佢下次翻到嚟一定系游击立嚟嘅，我觉得。但系到时会唔会系一打一或者唔系一打一咧？咁就未知之数啊！咁啊，去周围望下先。悬浮列车，哦系、哦，呢度咧佢系有一个深金嘅话，佢呢一度系有一个嘅列车可以翻去成都嘅，呢个系模仿少女好可爱，我要俾佢买一个精灵玩偶。啊，相传呢个地方咧，佢有一个咩模仿少女喺呢度附近。咁啊，既然哪知咧就话咧，我哋要去紫苑镇，我哋先去紫苑镇。哇，做乜事？做乜突然之间成个天喺度斩下斩下嘅？呢个系咪裂空？呢个系咪古拉多嚟咗嘅情况？呢个系好慢太阳啊！哎呀，呢个应该都系呢个应该系太阳效果嚟嘅，我估我第一次见，系咪太阳啊？系啦，太阳啊！即系话，其实佢每个地区，即系佢可能喺某啲地区会有一啲唔同嘅天气，即系可能系落雨，可能系放晴，可能系沙尘暴咁样，几特别啊！虽然对于呢个对战嚟讲咧，冇乜话好大影响啦，暂时，因为我有火冲，但我唔会拎出嚟用住，即系小火龙我应该会先留住，或者系迟啲先再升啦。唔知几时会有學習装置，应该会有啩，我估计有學習装置，其实就升咧就冇咁麻烦。龙尾啊，呢、這个时候麻烦嘅地方嚟啦，照用啦，唯有我冇理由转只水冲出嚟。哎，死咗！可能就系正正因为佢呢个放晴效果，所以我死咗。唉，车你龟啦，冇得拣啦。OK， 哇，你睇下几阴功，见唔见到？就系因为放晴呢个天气效果，令到水嘅招式咧降低咗，所以打唔死鹿尾。OK。好，紫苑镇，但系呢个紫苑镇同我平时听嘅音乐唔系好相似啊。系通常入到紫苑镇就会系嗰个奇怪音乐噶啦，又唔可以话奇怪音乐，应该系话叫紫苑镇独有嘅 BGM 啊。啊，不过呢个就你听到好明显就冇嘅，佢系一个好轻松嘅地方嘅。咁入去紫苑塔咧，佢都系冇嗰个独有嘅音乐，佢呢个好似系咪 Pokemon 嘅音乐嚟咧？唔太记得系咪？好，唔理咁多啦。总之，馆主叫我哋去做任务，我哋就做任务啦。佢叫我哋去打精灵，唔系去打训练打塔顶嗰只嘢啊嘛，系嘛？哦、咦，佢呢个帽都系效果嚟嘅，都系场地效果，但我唔太醒起佢呢个帽嘅效果系啲咩？系咪有关于命中率嘅？阿博帽，哇特袭，哇顶，佢快过我，我用个先制技佢都快过我。咁多精灵猴嘅，点解呢度会多得有啲奇怪？啲精灵猴，鬼师，诶、欸，好啊，终于可以一下十八伏特打死啲鬼师。其实呢个 level 高佢咁多咧，一下十八伏特打唔死鬼师咧，都几渣。如果系咁。
不过好在好在佢之后打得到，其实都可以捉一只嘅。又特袭，咁多特袭嘅你，超级球，得，被搞掂。虽然我哋未必会用到，但我哋都睇一睇啦。顽皮加攻减防啊，加攻减特防冇乜作用，啊作用不大啊。OK， 好。奇土斯恩荣，好奇草打鬼斯，其实胜算唔系好高啦，因为对面抗草系嘅。我哋唯有用翻奇草一贯嘅战术啦，寄生种子流嚟到慢慢消耗佢啦。系啦，呢个种子炸弹扣得好少。不过我谂用多一次呢招技，佢应该会死嘅。哦，搞掂，爆击啊，系嘛？定冇爆击啊？打咁高伤嘅好似。炼成阵出咗嚟啦，各位，呢个炼成阵好紧要啊，可以回血啊。洁净之符，洁净之符好似系降低遇敌嘅几率。好 ，OK， 可以喺度休息。点解咁多怪？咦，无法逃跑竟然，少见啊！喷到毛先，唉，哎呀，早知唔行前一步。哇，三隻佢又唔记得换翻比卡超添，乜嘢魔影？好，诅咒唔系咁癫啊嘛？哇，呢个诅咒特袭。换翻俾阿超啊！要快啲！哇，佢呢个嘴咒又系，哇咁都争一滴，真系鬼师，喂又系争一滴，哇！佢有冇咁好彩？哇，好难打其实都，鬼师又高速啦，跟住佢仲要配招先制技俾佢。基本上佢消耗系好容易，即系好容易就消耗到玩家。所以咧，头先咧咪啲鬼师咧打正一滴血嘅，呢度咧就系嗰啲能力值咧争少少就系争少少，啊有时就系咁样，对战就系咁样啦。所以点解咧我哋要做呢一个嘅真师、啊、大家都要做真师去到判、去鉴定嗰个嘅个体值啊，同埋嗰啲性格嗰啲嘢就系咁嘅原因。因为這隻呢只咧佢降特攻啊，所以佢个十万伏特咧打人唔痛啊。啊大家谂下，如果佢唔系降特攻，而系可能减防嘅，咁都好啲。因为至少比加超只要中到一发技能咧，佢就可以打死对面。但系依家咧，啊，就系争个一滴血，啊、再表演俾大家睇下，争一滴血，啱啱好争一滴血啊！各位，计得几准啊！真系。如果我系嚟捉呢只鬼师咧，佢系好 perfect 嘅。但我唔系啊，我系打训练家啊，大佬。奇糖果呢度系咪要有嘢打？哦，呢、這个系咪？你系一个勇敢嘅孩子，但你好快咧就会落荒而逃啦、哦。我要挑战嘅人就系呢、這个挑战者就系你系咪？啊，唔系挑战者系我，紧鬼啊！紧鬼冇乜问题啊，应该又系特袭。哇，扣得少到啊！暗影拳吓、啊，我招电光，我呢招技唔系先制嘅咩？佢上次讲过，
暗影拳都系仙制嘅咩？乜嘢模型？喂，好似唔系仙制咁啊！所以佢呢一招唔系仙制系嘛？因为冇理由对面嗰个都快过我噶，有啲唔合理喎、啊。暗影拳我印象中记得佢呢招都唔系仙制技啊，黑夜魔影呢招又系啊，哎呀，顶噶，冇问题，我哋有最强比比鸟啊，对面得特袭打到我嘅应该唔会死嘅，系啊，打鬼系就要用普通系打，哇系、哎、你竟然出呢招。冇事嘅，冇事嘅，冇事，一定佢反杀，肥肥尿啊！点解你要咁啊？好啦，我哋上上车你龟，我车你龟一定可以赢到你嘅。佢呢招咁嘅技能，喷死佢！好耶，果然都系要靠车你龟队长，车你龟队长要学守护啊，守护啊！都可以要嘅，唔要水枪啦，学住先啦。OK， 啊，果然系队长啊，带咗黑超系唔同啲。球雨唔要啦，球雨。好 ，OK， 我不再被附身了，谢谢。哦，你嚟呢度系为咗挑战哪支？呢、這个会对你有帮助。感影拳好，从不失手啊！呢招技咧。就系诶，头先所讲咧，佢就呢招技咧，佢就唔会 miss， 但系咧佢就唔系先制嘅，应该我哋可以睇睇，系啦，你见到佢咩混影之拳，你攻击必定命中，就冇讲到佢系先制嘅，咁所以呢一个就应该系咪个翻译问题呢招技？系啦，所以我觉得呢招技唔系先制系嘛？咁今集咧时间就嚟到呢度先啦，下集咧再去挑战哪支，亦都睇下搵时间有冇呢一个六毛虫可以捉下，然之后咧将佢进化成巴塔碟啦。好啦，咁今集嘅时间嚟到呢度先，我哋下次再见，各位，拜拜。